这把琴有特别之处吗？你仔细看这边有个洞啊，它拉的时候直接弓穿过琴板，再把它拉出来，太神奇了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撞破的痕迹，就是就拉的时候就把弓唱，都回去。
排号嘛，就是它目前频率是272。这边是空的吗？对，像个下一个场地一样，那吹口哨。哎，对对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金龙哥好像有点像。